成都美食问我。听说双流有一家大酒店专门卖肥肠，并且一卖就卖了40年，虽然有点远，但是一想到大酒店居然卖肥肠，我还真有点想去看一下这个酒店到底有多重口。于是我原地决定，毛一拍，立马驱车前往，结果到了才发现，所谓大酒店啊，不过就是菜市场旁边一个自建的3层住房。最开始的时候，那个就是资格的炒炒房，到3年的时候，就是因为着火了，现在才重新修现在这个样子。进门的时候，有一种去乡下亲戚家吃酒碗的感觉。几个人啊？啊，他们两位摆起。最开始是我们这儿的客人给我们开玩笑的，叫嘛超星级的毛窝大酒店，然后后面就喊顺口了，都喊毛窝大酒店。哎，你要炒吗？来这家酒店吃饭，不仅老板会亲自来接待点菜，还需要老板亲自来手写。猴子汤14号，藿香肥肠脆肠19号。论吃肥肠，可能四川人谦虚点要称第二，全世界都没有人敢称第一。这家大酒店的肥肠有10几种吃法。肥肠、拌肥肠、卤肥肠、凉拌肥肠、红烧肥肠都会点。哎，它主要是特色是肥肠，还有藿香肥肠。锅包肥肠、肥肠汤，但是就是这里很好吃。资深吃货都知道，茅屋大酒店每个菜都热腾腾带着锅气出来，没有办法不好吃。刚刚摆上菜还确实看起来可以啊，也品尝了哈，实际上味都要聚起来。肥肠处理得很干净，不同的部位变换不同的调料和味型，所以一桌的肥肠却有着精彩的变化，很是神奇。藿香鲫鱼是成都的传统味道，平时我们吃的不少，但藿香肥肠还真是第一次。藿香肥肠其实这个灵感有点是肥肠偶然，吃藿香鲫鱼的时候，我们的肥肠它把拖到菜里，它觉得还可以，然后我们就干脆搞一下，还是比较受欢迎。这家的藿香肥肠吃过了，你才会感叹完全值得为了它专门来一趟。肥肠切的小块，这样炒起来啊就相对入味儿，加入藿香之后，让麻辣的底味幻化出更多的变化，咬一口就有爆汁感，感觉可以一口气吃2碗干饭。我们重庆来的网红的啊，专门来打卡过来的，慕名而来的。藿香肥肠是他们的特色，值得推荐。藿香肥肠跟那个藿香鲫鱼的味道是不一样的。不一样。这个应该说更鲜香一些，藿香味道很舒服。要不待会儿你尝一下就行了。火爆肥肠是他们家的特色，和一般的做法不一样。其实火爆肥肠它不是炸的话，那个严格上说应该算是干煸了。我们这个爆肥肠，它只是裹了层蒸笼之后，炉火快速的爆炒出来，比干煸的还是有点区别的，没得干煸那么干，它只是外面有点是像酥的感觉。它因为很脆，它不像外面的，它是因为经过它特殊处理了。蘸水肥肠是每一桌的必点，肥肠的味道和别家差不多，可是唯一的区别就是蘸水有一种农家独有的香。另外，肥肠血旺和卤肥肠也可以闭眼点。总之，这家店我觉得我还可以来2刷3刷，甚至无数刷。有机会回来，没得机会制造机会也回来。鲜嫩的血旺，劲道的肥肠，对于地道的四川人来说是怎么吃都不会腻的。今天我们就来到了正兴，去吃一家张血旺。最爱人间烟火，成都美食问我。从正兴老街的一条小路拐进去，就来到了张血旺。顾名思义，张血旺就是卖血旺的。开了接近30年了，我就是创始人噻。这个血味儿经常说一说，是我自己独创的。张血旺的店只有一间门面，是典型的苍蝇馆子，纵深10几米，
紧挨着摆了十几张小方桌，中午十二点不到已经坐满了人。最可怕的是旁边的巷子里还塞了四五桌。老板系着围裙站在灶台边，拿着一把大勺在操作。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还是比较难，但是你刚开始你姑娘的嘛，现在这个属于是自己嘛，辛苦这么多年就整了这点家业。你们几位四位学员来不来？你办个菜吗？办两个。一般来吃饭的都是附近的居民，也有很多客人跟我们一样专程过来打卡。慕名而来的。今天是几次来的？哎，第一次。我来了四五次了。来了一次以后，天天都想来了。遇到第一次来的客人，张雪旺都会给客人推荐他们家的特色菜，并且会一再叮嘱，不要点多了。你敢安排两个客人，他不会到桌子那儿开始推了，他不是不会喊吗？从早上到傍晚，灶里的火从不会熄，但从来没有人见他锅里的汤煮开过。老板说，这样煮出来的血旺才能入口顺滑，把红油往里一放，爽口至极。猪血在盆里还是鲜红的，一下锅顿时烫成了暗红色，每一块血都没有腥味，细节把控到位，鲜嫩程度肉眼可见， Q 弹十足。血旺入口即溶，因为血旺太嫩，所以最好用勺子，尤其是将血旺直接舀在米饭上，在汤汁儿的浸泡下挤勺子，两大碗米饭就轻松下去了。张血旺是味道相当巴适，可以很下饭，血味真的很嫩。上海过来的，上海那边有没有这样的？没有这么嫩，对，这就夹不起来那种。上海那种就比较老一点，就像跟豆腐一样了。在他们家，跟血旺一样出名的还有肥肠，绵软的肥肠有着特殊的肉香，一口下去就让人神魂颠倒，还可以多五块钱加一把哨粉，往调料里一蘸，又过了一把肥肠粉的瘾。味道相当的好，肥肠这个肥肠煮的比较胖，感觉很地道，很地道，有原汁原味，有小的时候的味道，麻麻的味道，有麻麻的味道，非常麻烦。吃饭的过程中，我们注意到一个人，虽然走路不方便，但一直在门口迎接客人。客人走后，又忙着收拾桌子。我是老板的儿，专门坐在门口，专门负责迎宾、接待客人。交谈中得知，他以前当过兵，是炊事班班长。因为从小就喜欢做饭，又学过厨师，可是后来因为生病，导致身体不方便。不过他说自己当过兵，不抛弃不放弃是刻在骨子里的信念，等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，就会接下父亲做了一辈子的手艺。哎，天成龙，今天吃火锅哪买单？我买单。好久变得那么大方了。这个火锅是我师弟开的。是魏伙子说那么扎劲。吃饱回来了。哎，儿子，天成龙问到我咋吃，你说我们菜。好。走，吃挨冬瓜。走。哎，把你们挨冬喊出来。我们挨冬说的他不在。哦，挨冬不在哇。对，挨冬瓜站出来。你戴起眼镜近视眼就看到我了嗦。哎，你以为你躲得脱？今天我到你这里来吃火锅，给我打几折？那这样子，钱财龙，你要是把我们节目的口号吼得出来，我就给你打九折。那太简单了，粉丝朋友们喊出我们节目的口号：哈小伙，我加多宝，如何？九折，好嘛？钱财龙，你要是再把我们改动我的口号吼得出来，就给你打八折。请说上半句。火锅吃哪家？红茶来冬瓜。啊，八折。媳妇啊，八折还不够，艾老师。嗯。今天我带的这些不是一般的粉丝啊，这些都有绝技啊。看到这小伙子没有？这个有绝技。看到这些没有？都有绝技。哎，我有一个想法。每表演一个绝技，再打两折。好，成交。感谢。成交了，红茶加红锅，红罐开红运，祝大家红红火火，爬山好，火加多。
个结果怎么样？好，六折。这个节目好不好？不美了。哎呀，好像你该找我钱了。我要倒给你钱啊！啊，已经打折打到底了。不不不不，那师兄，干脆这样子，我上去表演个节目，争取我不给钱嘛。要得嘛。好好，我去了哈。表演金钱本。哎，好，你最拿手的。要得。唱的那个耍油腔的宣毛都在哪儿？嘿，师兄，在这儿来。翻全场，说的味道怎么样嘛？味道巴适的很哟，味道吃起来非常爽口，一点也不油腻。然后吃到现在，吃一口想两口，回味无穷。确实巴适，确实巴适。它这个毛肚食材很新鲜，火锅那儿有，这儿就是服务也比较好，味道也比较好，而且还有一定的那个巴蜀文化氛围，很推荐。哎，各位帅哥美女，觉得味道巴适的话，一定要给我们投票哦。家常版2021四川火锅争霸赛，爱东瓜火锅是参加了的哦，你们投不投票？票请扫描下方二维码。对的对的，有可能得到人家给你提供的100元无门槛的消费券。感谢加多宝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怕生活，怕加多宝。看到吃好没有？哎，我都吃跟到了。哎，我开始夸口红了。哦，准备走下一轮了。我接个电话哈。喂。我的，我的，好男不女的，美女不和帅哥斗。哎，二位，我才跟你们在这争啥子争？把你婚房那个给我，来吧。好，我们就在争这个。